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积善满堂的杜眼龙兽，我是你们的百物师乙仙卓，我是你们的师傅赛门。那今天又回来到我们灵的新生了。那今天灵的新生呢，就是到赛门师傅来跟我们分享。好，耶耶灵。OK， 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灵的新生。今天有一个故事啊。比较不一样 ，OK。之前你们听过的灵的心声是比较恐怖，会吓到的。但是今天的故事呢，就比较温暖、温馨、温馨、温暖、温馨。OK， 好，来开始啊、跟你们说，这个母亲呢 ，OK， 其实她有一个日子，她不管怎么样都好，就是你们知道每次都有很重要的日子会记住，比如说你们的生日啊，或者你们结婚的日子啊，或者小孩出生的日子啊，之类的，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有 special meaning， 就是很特别的意思的，会记住的、对吗？对。那有这一个母亲呢，她就比较特别记住这个日子，就是在9月15号1998年。为什么呢？ OK， 那为什么我现在来跟你们说了哈。那这个9月15号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呢跟她的老公呢就刚好有买了一架新车。嗯 ,OK, 买了一架新车呢，他们就自己用，然后很少给孩子用，他有一个女儿啦。对。然后这个女儿呢，她就刚刚好才刚考完这个驾照，这个考车的 license。对。然后他父亲母亲就不舍得给他驾这辆新车。嗯，因为怕他等下对，怕他撞到或者怕他不会驾了。嗯。其实呢，这个新车呢是买给他们自己而已。但是他的女儿就求他了，他说：“妈咪，妈咪，妈咪，我今晚要去我朋友的生日，嗯，我能不能够借你的车？嗯 ，OK， 你要记得、就那个车比较帅了，是吗？对，不是比较帅了，就是有车用。你要记得，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 Grab 的哦，没有 Uber， 没有 Smartphone， 对吗？对对对。所以他就用这个车，他用他母亲的车，然后他母亲说 ：OK， 可以，我可以借你用我的车。”我的新车啦、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到那边了一定要给我一个电话。OK 那这个地方呢，从他的家到他这个他女儿朋友的地方也不一样，可能半个钟头。OK， 然后他女儿就说好的，我答应你。那 OK， 那他的母亲就给他这个锁匙。他女儿就开车了，开车去拿到锁匙，开车去他朋友的生日。OK， 那不到十分钟，他的母亲跟他的老公呢就在家看电视，躺在沙发要 relax。对。然后呢，他的母亲就接到一个电话。嗯。他就接 ，Hello， 是他女儿。Hello， 他女儿。妈咪。妈咪，妈咪，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我有一个车祸。我在这个山、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这样，你来救我，快点快点。他妈咪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心脏直接掉。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对 ,OK, 父母或者母亲，然后你的女儿打电话给你说她有车祸，你是不是突然间紧张，然后手脚乱啊，忙乱，这样不懂要做什么，对吗？对。所以这个母亲就这样子，她手脚忙乱哦，因为第一，她女儿刚刚考到她的驾照，对。第二，又是需要她的新车，OK， 所以她就叫老公说：“快点，快点，女儿打来了，她有车祸，快点，我们去救她一下，看到什么事，看到人 OK 不 OK 了。”然后呢，其实在电话里面他女儿有说快点来，我是没有事了，我 OK 的。OK， 所以他们就快点上一个车，他们自己有另外一个车了。就驾去这个地方。其实 on the way 去找他的女儿的时候呢，他有看到有 ambulance， 然后也有这个警察还有这个 bomba。OK， 这个消防局啊，消防局。对，然后他们就越来越紧张，他们又越来越紧张。你也很紧张。他们就越来越紧张了，就加快一点了，要去怕有什么大事情啊，还是什么？所以他们叫了差不多15分钟到这个山路，看到
他的女儿，他妈妈一看到他的车，直接吓到，因为那个车呢是已经反。哦，整个车这样反掉。整个车反面掉。Yeah. 因为为什么呢 ？OK， 因为他家上去这个山路的时候下大雨。Mm-hmm. 然后对面来一个这种大卡车，嗯，然后他女儿就趴了，可能看到，因为刚刚学驾车嘛，然后闪了，就闪了，可能撞到，然后整个车就反了，扁掉，他整个车头，整个车头的那个屋顶啊，因为反掉棉掉，嗯，他女儿他的妈妈呢就快快下车，嗯，跟他爸爸快快下车看，他女儿还在车里面，嗯。然后他的女儿其实被很多那种铁啊什么压住，因为他刀反嘛，整个刀反，然后整满脸都是血。然后呢？还活着吗？还活着。然后他妈妈就冲过去了，那个警察就跟他妈妈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女儿在里面，现在要叫那个bomb巴帮他锯掉那些铁，把他移出来。嗯。然后他妈妈就接近他的女儿，就跑过去就跟他说：“啊。”你 OK 吗？女儿你有事吗？他女儿就好像模模糊糊这样就跟他说啊、哦、我没事我没事。嗯。他说他妈妈就跟他说了嗯你刚才打给我。嗯。你怎么打给我你这整个车都反掉了然后就黏着你整个人就压住被铁压、嗯、你还能够打给我跟你说跟我说你在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女儿说没有。也是很奇怪哦。他女儿说没有。不是我打，我没有打电话，我怎么可能打电话？他讲，他女儿就跟他母亲说：“对呀，怎样会来得及打电话？重点是他反了、哦，就很奇怪，是吗？其实如果你反了、啊，你想象你整个是整个刀反，你整个车你一下嘣嘣嘣嘣嘣，你还哪里还来得及打电话？Hello， 妈妈啊，不能啊，所以他的女儿呢，就跟他妈妈说：妈咪，刚才呢，我看到爷爷。”谁是爷爷？我看到爷爷在车后面，看到他的阿公爷爷、嗯、在车后面跟他说：“女儿，你没事。”女儿，就是说他的孙女，啊、孙女就是孙女，呀，你没事，你没事，不要担心。嗯 ，OK， 嗯，然后呢，他妈妈就奇怪，你一个人坐车。去你朋友的生日，怎么会看到爷爷呢？对呀、啊，而且爷爷已经过世这样多年了哦。哦，他也知道是谁了。他知道。哦。然后，他的女儿，因为他 accident 了过后啊，他也不清醒这样。我真的是看到爷爷在后面 back seat 那边跟我讲、哦、没事没事。嗯。然后他就奇怪呢，他讲爷爷刚才打电话，他跟我讲他会打电话给你。嗯，他女儿讲，他都奇怪嘞，接到电话是你的声音哦，女儿，是你自己打电话给我哦。然后他都奇怪了，他就跟警察讲这个故事，警察就看，哎，他刚才撞车的反的时候，他都没有动，也没有打电话，他就夹在那个铁那边，他都不能出来，他怎样能够打电话？不能出来，不用紧，警察拿那个手电筒照去后面，啊，你看。他的电话在那个地板那个因为他车反在那个车的顶那边躺在后面后面、哦、他怎么可能去后面拿呢拿不到完全拿不到完全拿不到对呀、啊、然后呢咳咳那时候他的母亲呢就相信他女儿看到他的爷爷嗯然后从那边开始他的女儿其实在这个 accident 还好没有大事情嗯然后呢也刚好在那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去到这个他的车祸的地方、嗯、能够来得及帮助他的女儿跟看到他女儿没有事嗯，好彩哦对好彩因为如果没有啊没有人打给他、嗯、第一警察也不懂他是谁对对吗警察怎么联系他的母亲父亲呢 对是不是很危险对啊所以这个爷爷呢就是这个灵因为他爷爷过世了、嗯、帮助他的孙女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就是他母亲就是他爷爷的女儿嗯，对吗对跟他说你的女儿没有事、嗯、其实是用他女儿的声音跟他说我在这里来救我来救我快点来救我、嗯、那天开始呢他们才相信这个灵的东西
其实有存在，然后也相信他女儿看到他的爷爷。可是他怎样能够打电话给他呢？就是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在灵界呢？嗯，这些灵虽然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影响这些电器 physical 物理上的东西。哦呀，像我们那种什么，我们每次探灵的那种东西啊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反应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因为是能量啊，算吗？对，这个因为你想一下，我们物理上我们的 physical 全部都是 atomic， 就是这些 energy 磁场。对，灵体也是磁场，对吗？这 electronic 也是咯， electronic 也是磁场，反正只要是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磁场。嗯，对吗？对，所以这个灵呢，它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做这样的东西。嗯，是看它要不要。嗯，刚好那个是紧急的时候，他选择去用付出他的这个力量灵力去打电话。你知道给他们是很累的，对，是很大的动作。对，因为我们物理上要用啊，很容易，因为我们有手有脚可以摸到。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摸不到了。对，所以他可以去调这个磁场。所以呢，为什么那个母亲会记住这个9月15号1998年这个日期呢？就是因为他遇到他女儿进这个车祸，他的爷爷虽然过世了，嗯，还会在那边看着他，保佑他跟救他。也很温馨耶。哦，你明白吗？其实这个不是不恐怖的故事。对，但是呢，给你们知道，灵虽然是我们爱的人啊，家里人、祖先啊，爷爷、婆婆、公公、阿嬷，如果他们走了，不代表他们已经永远离开啊、永远离开或者投胎或者什么，他们还可以留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世界上。嗯哼，虽然我们不懂、没有听到、没有看见，不代表他们不在。哎，其实你知道吗？嗯，在临界的时候，有时候啊，我们的 client 哦、嗯、遇到啊，很多人现在有事情啊，很多都是祖先先托梦给他们，跟他讲，哎，你有这个危险，你要注意。对。对，或者是他会做梦到他的祖先来找他，跟他讲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或者是车祸，他可能有得罪到，然后有车祸，然后过后跟他的祖先就跟他讲，就帮他刹车还是什么，就给他在梦里面看到他在帮助他之类的。其实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虽然很多是梦、嗯、然后很多呢就是比如说车祸要发生了，但是他的阿公阿嬷对顶掉那个车祸。对对对对对，很多这个东西、嗯、很多这样的东西，或者有什么危险啊什么之类的，他们会先帮他顶掉啊什么。所以很多啊、嗯、有什么事情啊之类的，像他车已经反了，他人没有事啊，很多人就会跟你讲，你的祖先已经帮你顶掉了。所以如果这个女生那一天他的这个祖先没有帮他，他可能已经死在里面了。他可能死在里面，对，而且他可能都没办法联系他的母亲，或者他的母亲没办法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对，因为你要记得，还没有去他的朋友生日的时候，他跟他女儿说：“你要答应我，你到你的地点要打电话给我。”对，可能他到了或者没有到，对，这个电话永远没有来。对，是不是？对，所以这个或者可能他就这样子走了。对，所以这个灵的心声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要给大家知道，虽然我们的身边啊、亲戚啊，就是很接近我们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嗯、不代表他们的灵或者他们的灵魂已经离开我们。对，可能他们还在你的身边，看住你、照顾你，每天把、保持你的安全，就是保佑 你。对，所以呢，如果有什么事情都好，不代表他们没办法帮助，对，或者在那边只看你。他们是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对、啊、而且呢，我跟你们说、嗯、功德越多越有力，对不 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像、做很多东西给他的祖先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们有听过吗、嗯、就是每次要清明节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食物、啊、对，他们煮饭、啊、那个食物很快臭酸。对，很奇怪的，就是祖先来过，就是他吃了一个饭、嗯、然后甚至有时候清明节还会给他梦，哎，我要吃这个，之前我很喜欢吃的没有吃到，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那种 relationship 跟我们祖先，你不要以为是没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他已经 rest in peace， 他走了啊什么，其实这个生命还在延续的。对，这个他只是他的 body 已经是没有，就是物理上这个 physical， 他的这个肉没有了，但是他的灵魂还在延续。
然后等到他去下一代，下一代了过后，他的 body 又没有，然后他又回来，又是下一代，下一代。对。所以他其实可能呢，他已经这个灵力，你的祖先可能已经是很多世以来的这个灵体，所以他当然是有这样的力啊。对。对不对？而且人死后呢，是没有这些 ego 的东西哦。对。ego 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小我啊之类。所以人一去世啊，这些灵体一去世啊，很多都是直接嘣，他的高我。直接跟那个我连接了，因为他已经走了，因为他已经脱离这个物理的脑，对物理的，因为小我很多是从脑出来的，对对，所以呢，他一过世呢，灵体是心力，所以我们就讲，我们每次人家不开心啊之类，心力不足，就是这样的原因咯。然后是不是对，然后呢，还有要给大家知道呢，这个灵呢，他这个车祸发生了，他选择。给他的女儿看见他，对，给他知道他没事，他 OK， 就是先生，就是先生给他看，而且还可以帮他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对，所以灵他可以选择要不要给你看到他，对，或者选择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来帮你付出这样大的磁场力量去帮你，不是代表他们不要或者不能，对，其实他们可以，对，是看。什么情况？因为你想一下，他们要这样子做是要很多这个 energy， 对对吗？这个是真人真事吗？真人真事发生在哪里的？这个是在外国的。啊，看得出你的故事很多都在外国，所以、okay、所以你想一下啊，他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你讲的时候那卡着卡的时候，原来是感觉是英文 translate 进来华语。我华语有一点难讲，但是我也尽力了。OK， 给大家去，希望给大家。你在讲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一直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很难在英文？这个一定是英文的国家，我心想。Google Translate。对，他的脑在讲这灵的心声的时候，他的脑在 process 怎样 translate 出来华语。独眼龙 translate。所以我要给大家知道呢，就是说灵虽然。你要他降降降，但他没有做给你看，不代表他们不会。对，他们选择不要。对，因为灵不是说，哎，我要你关灯给我看，我要你降给我看。对，他们不是表演，表演给你看。他们不是 circus 马戏团，你要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对，他们也像我们人，你叫一个人他不喜欢吃鬼雕，你叫他去吃鬼雕，哎呀嘛，他不要的，对吗？对，一样的灵他也是会看，因为他们高我。对，所以他们会选择。嗯，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非常的温馨，有点跟普通的灵的心声有点反常的，非常的温馨的故事，所以大家记得要拜祖先哦，记得要好好的感恩你的祖先，你的祖先永远跟你在一起。然后呢，大家你们记得一定要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哦，我们会有直播，然后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今天灵的心声的看法，或者还有什么东西你想要看到的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都会看哦。然后我们计胜满堂独眼龙兽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拜拜。